这是最后一位吗？这是最后一个名额。我们这个是谁呢？我们请我们的副处长亲自来宣布。幸运号十号。基隆市政府民政处副处长谢正和抽出号码，宣布最后一对中签的幸运新人。这是基隆市民联合婚礼抽签现场，今年共有56对新人报名。由于基隆市长林佑昌决定从去年的36对提高到今年的50对，因此中签率高达90%。一整天报名下来，总共有56对的新人来报名。好，那我们在4:30公开抽签哈。那总共抽出50对的新人是正取，那六队啊，其他六队的新人，我们都一起把它列为我们备取啊，从备一到备六。其中一位在第30几抽才中签的新人家长就很感谢市长增加名额的做法，让他在新竹工作的小孩可以如愿回到故乡，完成终身大事。在第一轮呢，我们庆安宫在抽的时候，其实我蛮紧张，因为已经30个，已经抽了，都还没有轮到我这个抽到，其实我蛮紧张的。然后第二轮下了，到了第31位，终于抽到，我就还蛮开心的，总有交代，因为儿子一直问有没有抽到，有没有抽到，所以非常感谢基隆市政府今年扩大哈，有增加这个组别。如果今天没有抽到的话，没有扩大，我大概今年又没有机会。基隆市政府民政处方面表示，今年市民联合婚礼将在已经修复完成，不过还没正式对外开放的历史建筑正滨旧渔会大楼举行，希望让新人在充满历史氛围的景色中完成难忘的古迹婚礼。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。